给这个弄 TV， 我教你们讲按回播啊。当你们在看着你们的 live 啊，你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好像时钟这样子的 logo， 看见吗 ？OK， 只有这样子的 channel 才有回播功能的、啊。然后你按进去，按了进去是吗？它现在看住的是 live， 对不对？你就按这个上下左右的这个左啊，可以左，你这样子打就可以了，它就是回播来的，看到吗？就是那么简单而已，它就可以回播回去之前的时间了。Thank you。